玩三国游戏来趣味开包。想起开包就非常非常好玩嘛。当然，我好像只开出过一个传说，两个限定，史诗以下的就不去记了。咱们今天再来开一次，正所谓说的难听点，趁他病要他命，但是趁这个好运气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我这次运气怎么样。哪怕这次运气很烂，我也把它发出来，告诉大家，我只是用尽了我全身的欧皇之力，寄托在上次开包环节里了。白皮太正常了，我要求真的真的不高。要是这里面还有一个红皮的话，那我也就谢天谢地了。又一个白皮，我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，该怎么办呢？继续。看看咱们这里会抽中什么？三个白皮了，果然我欧皇之力已经用完了。上次开包一传说一限定，怎么可能？所以我这次应该是没有好运气了吧？五个白皮，看看。咱们的比较运气比较好的三连包，这次连稀有的影子也见不到了，真的是两个稀有。您十足，则国安。举贤任能，以保江东。还行吧，两个稀有，不错不错，这是我一般的运气。五包我就没想过。三包，三包，我爱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，请你，请你再送我最后一个红皮，再送我一个红皮吗？白皮，两个白皮，三个白皮，不，咱们先开个五包来打击一下我的心情。五包，我连史诗都没开出来过，史诗都是在单包里开出来的，真的是。打击心情好吧？临终而见，何惧一死？看见没？再打击一下我的心情，这次心情有点不咋地。稀有，我。曹营无人否？请派汝等跟小你们儿说，要不前是因为去活查。动的话，我五包打死我坚决不会去开五包的。五包真的是，真的只是保底而已。可能我今天的运气用完了，那我为什么还要在今天开呢？早四五个单包可能已经暗示了我今天运气已经用完了。最后一个稀有是什么呢？果然是啊，还没有配音，真可笑。领取100朱砂，还五个史诗宝箱，五个这个50朱砂，不行，我感觉还是这个比较好。那就曹冲的吧，皮肤。新获得，分解多余朱砂，分解，这是木美人画的，在白皮里面算好看的，我跟你们说。我有点小伤心。咋办呢？我稍微微有点小伤心，但是没事，别怕。送了我比较多的稀有还是可以的。这活动在线礼包，我就知道是最后一个在线礼包。
臣物以载之，则将可知矣。分解没用，真的。传说一下皮肤，我一个都看不上，除非是没有，除非司马徽的。我以前抽中司马徽的那个皮肤之后，我也后来分解掉，因为我抽不中司马徽没啥用嘛。而且司马徽不像孙权那样，虽然孙权我有传说动态，但是孙权我还是买得起的。但是像司马徽这种，就算了吧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他五个白皮已经，四个白皮就刚开包嘛，四个白皮已经暗示了我，你不要继续抽啊。还有最后五个分解，四个，还有最后，这应该是最后三个吧？哦，还有三个是吧？85、95、495铸伤。525好像是，对，525朱砂。史诗有吗？那个不是我有个吕门吗？哦，已拥有。我记得我史诗有个神吕门，别的网上全分解了。哎呀，点错了，已拥有史诗，看见没？别的我都分解了，只剩下一个神吕门。稀有的话应该都没了吧？还有普通，来观摩一下普通还有没有？我记得普通魏国还是有几个的，别的肯定没了。果然魏国还是有几个，所以咱们把它分解到600铸砂，然后等下次皮肤活动嘛，600铸砂能和一个传说，然后再去搞一个动态水晶，这样子我就最后一个升宝箱。还差四个皮肤，还差三个皮肤，还差两个皮肤，还差最后两个皮肤。不过没事儿，以后再开出一个像，再开出那个就行了，大不了嘛。活动每日签到里面，会员这里还能送三个皮肤包呢，14天。14号应该，14号早就结束了吧？16号，也就是三个皮肤包我还能开豪华皮肤包。哦，我还能开皮肤啊！我是这么打算的，就是这里还有三个单包嘛，所以说皮肤活动三个单包，还差两个单包跟三个精致皮肤包。等这歌声伴随着我忧伤的心灵，咱们抽最后一次。我背包里好像水晶还有两个，抽完之后就是这期活动我还能得到一个，之后我不可能再继续氪金了，除非这里底价居然来了，我也不会去氪金的，这点你们放心。五个同心结我都不知道能干嘛。哦，对了，五个同心结能换那个传说，不是传说，史诗降印宝箱。降印宝箱呢？史诗降印宝箱在哪里啊？稀有，找到了，看看能开出什么。别跟我说一个中郎四个校尉，至少给我一个。要是直接一个五阶的话，那我直接笑死。一个哇哈哈哈哈哈！我的欧皇运气就这么没了，我不信。我的欧皇之力，白皮，我的欧皇之力，我的欧皇之力呢？没了，
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我的欧皇之力呢？我的欧皇之力呢？一个稀有，韦一德，行韦这德，些皮肤我都开出来过，与人哪为怕伍。你给我白皮也给我没有开出来过的吧。稀有也是啊，比如说关索的那个，虽然说都没啥用。哇！哇塞，又开出一个！我之仇敌。哇，好感动啊！又一个传说，又一个传说，这种情况我一定要记录下来。好感动啊！又一个传说皮肤。好感动，我不忍心开了，谢谢梁启啊，我真的我已经感动得想哭了。哇塞，哇塞，好像我已经有他的传说动态了，但是谢谢你，可是我已经有这个皮肤动态了，这波有点亏啊。800朱砂除以四，200朱砂，200朱砂，好像也说得过去。不错不错，七策十二，又开出一个德传说满皮狂肤，澜。真的不错不错，咱们谢谢谢谢，这波真的不亏。最后一包那随便了，反正都要出传说，你三个白皮我真的也不会太在意。三个稀有。别把我的隐忍当成这三个皮肤就有点不咋地了，但是我运气不错不错，还好那个传说皮肤安慰了我一下，谢谢谢谢梁琪，谢谢梁琪，爱你哦，不错不错，现在还开出了三个稀有，真好，这五连包简直就是弟弟一个，谢谢谢谢，虽然我有传说动态，但是非常感谢你，还行还行还行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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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错不错。但是看见没，分解多余皮肤200朱砂，我已经有那个动态了，只能分解了。分解吧，新获得，未果居然没有，咱们继续分解。操他妈的！我这已经够了呀，那我为什么还要分解？我开始可以攒500个皮肤那个活动了呀，是不是你们说？新品我看一下有没有打折的。吕门，纪灵会动吗？不会动，再见。吕门会动吗？好像会动的。600朱砂限定再见吧。这我宁可做华佗的，可是华佗，可是华佗，我领完这个活动之后才三个那个啊，还差两个，咱们来活动里瞧一瞧。哎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，就差一点点，就差这么一点点，就差这么一点点呀，就有多一个传说了。结果呢，是一毛一样的。不过没事，说明了我的运气还是挺不错的。就差最后一个动态呀，如果那个，哎，那个传说皮肤是新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动态我现在如果是。一定要让他目前有神宝箱，我可以的，就是把那些魔钉天下和花好月圆。但是这种事情分解，我是绝对绝对做不出来的。传说分解我还是舍得，限定分解算了吧。哪怕跟你说什么普通的限定，我也不会去分解。限定皮肤我是肯定肯定不会分解的。
好了，我要说错一句话，从现在开始我不氪金了，坚决不。可惜了，一个传说我有了，200朱砂还是不亏的。不是我因为不知道下一期那个就是那个皮肤活动，不是皮肤活动，对，就是皮肤活动。这个要到什么时候？我算一下，三个的话，我现在有多少个啊？两个，好像是两个。两个这个水晶碎片嘛，还差三个。圣魂水晶我换都不想去换了，一个我真不知道以前我是怎么想换圣魂，限定皮肤有啥用的，真是的。活动不是这个还差三个皮肤包，豪华皮肤包还差两个。这个如果动态水晶限时总换，5月16号。哦，对的，华佗、吕门、荀彧、邓艾有了，荀攸有了，吕门、华佗这些玩意就再见吧。那就如果能在活动结束之前我换华佗，不能的话我换个荀彧嘛，看能不能在活动之前结束了得到这个挑战虚荣，虚荣要500个。我算了一下哦，差不多抽就是嘛，1000块钱能抽中80，差不多85个，算他85个吧。可能你们运气好点，能抽中100个。咱们运气非常好来说，1000块100个，那么5000块就是5000块才能抽中500个。也就是说关锁5000差不多嘛，虚荣关锁5000还有爆三娘。我跟你们说，虚荣在同价格的情况下，虚荣的价格比关爆三娘什么关爆三娘合理多了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张宝石真没有，然后三国秀，因为原本我想换陈琳还是张宝，陈琳张宝我两个都能一起换，但是我想了一下还是换个传说秀吧，因为传说秀我换了个神诸葛亮，虽说不咋地，但是可以点神灯啊，总比你们两个武将好多了吧，一个神灯是不是。我来算一下，还差三个，一组免费的，另外一组120×2240，也就是说只要240，不仅能开皮肤包还能换一个神将。不知道，话说回来，大家开皮肤包的运气怎么样呢？至少别看啊，我好像又重复了。但是我跟你们说，能开出传说，说明今天真的是我的本命年。好的，今天早上开出一个传说，一个限定，现在又开出了一个传说，真美好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以后关于视频的片头片尾，慢慢来嘛，不着急，等到暑假的时候再说，因为我还在上学呀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